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跟办公室放的杯子哦。另外还有随身的杯子。哦，家里大概就是要那个 size， 对，像那样超大容量，1200ml。它这个里面啊，它是采用一个所谓的钛陶瓷。陶瓷会不会嘎逼呀？哎，没，一这样就是看它不粘锅一种材质，有无？所以说它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像一些饮料的或者是中药。或者是说像我们讲的这个咖啡，它的脏污或者是残渣不会卡在上面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因为杯口很大，对，像我的拳头很大，有没有？我整只手可以伸进去，沙锅大拳头，所以说我就拿海绵啊，直接在里面洗。再来就是，其实它这个钛陶瓷里面的本体啊，也是304不锈钢，哦，就是食品级的。其实不会哦，就是有几类后厨啊，公你爱怎么喝就怎么喝。比方说，你要倒这样喝也可以的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开口嘛。对，如果我要豪迈一点，我就直接喝也可以。对啊，如果我是喝那个有颗粒的珍珠，我就用这个粗吸管。它可以喝真奶。对，它这个粗吸管呢，是特别是针对有果肉的可以喝。那如果说是喝一般的茶的话，其实还有一支细的吸管可以替换。那像这个，它里面呢，它是真空抽真空，真空断热，所以它的保冰效果很好。而且呢，像有时候我们买的冰的饮料啊，我们就可以像这样，因为它这样会冒汗，对不对？冰了以后会冒汗，那放在桌上就会湿掉。对，所以它这整罐放进去，整罐放进去的时候，我这个杯子啊，因为它不会把那个温度传导出来，它是真空的，它少了传导热能的媒介，对，不会湿湿的，而且呢，它里面还可以很好的保冰。那我测试过，它的保冰呢长达12小时，保温有6小时的时间。哇，另外这个呢？另外这个的话，这个是随身携带，这个是有做到气密，就是如果说我们放在包包，你就算摔倒啊，反过来啊，它都不会露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对。那这个也是304的双层，也是双层真空断热的杯子。那它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是说，它的吸管哦是已经在上面了，吸管是已经这样子连在上面。那所以说我们在喝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上面拉开，哦，就直接这样喝。那如果想要喝豪迈一点的话，就是哦，也可以把吸管拔掉。哦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喝。直接喝。其实这边是有一个透气孔的，因为你没有透气孔，你这样吸吸不起来。对。但是它这就是当你把它盖起来的时候，就不会漏。它透气孔遮住了，它就完全不会漏了。你像有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下，它这么耐摔。对，不小心掉到地下，它也不会这样子。哎，没落惨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就又没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是沸水一直在煮，可是我这里面的冰块哈，这里面是整杯的冰块，它的温度却是一直呈现负数下降的情况，这都是真的冰块哦。对对，这不是道具，就是放在里面，它就是可以很好的保冰效果。那它的保温的情况，像这边，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埋在里面，然后我里面冲的那个是热的这个谷物饮，然后这一打开的时候，这里面啊都还在冒烟，冒烟哦，那它就是让它冬天的时候。早上泡到中午喝，甚至到晚上喝，都还是热的。你看这个整个杯子都在沁烟，喝了很幸福呢。